亚里，他怎么没去上学啊？哎，你好，他怎么没去上学啊？对呀、啊，昨天晚上半夜老师打电话，嗯，然后从今天开始就线上上课了，啊、哦，学校都停课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那这样式你就一边看着他一边啊那个上班？对呀、啊，那个、他要上网课。干嘛回家了？回家了，要不然我害怕那个。嗯再严重了，然后那个村里不让我妈回去，我爸自己在家不行，然后昨天就让他回家了。啊、你咋过来了？我过来，咱不是那个爱情树吗？哈，我拿了这个小红绳，上次不是忘了系小红绳了吗？我寻思咱俩两根嘛，一人一根，咱俩去系小红绳去吧。还真的去系小红绳？对呀、啊，去系吧。去许愿？啊。系小红绳？对呀、啊，关键这个。缺一个小红绳，我感觉缺一个灵魂似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好不好？还得再上山一趟。啊，去呗。你自己上山去祭呗，你也知道在哪。这咱俩许的愿，咱俩种的树，你说我自己去是算什么回事啊？寻思咱俩一块儿去呗，系个小红绳到那儿。一样啊，去祭上不就行了？那不一样，我自己祭都不灵。行，先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祭的呗。那一会儿我们家叔叔出去一趟，你自己在这儿，哈、嗯，哈、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还有阿姨呢。啊，对，和阿姨他们在这儿，好吧？你别乱跑哈。别乱跑。我俩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就在这儿，有平板守护的。啊，行。累死了，你自己上去机场得了呗。哎，一块儿去吧。费这个事。这叫有诚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证明咱俩的爱情长长久久，一起去系红绳，一起，多好。我系能灵吗？就咱俩一起系。能。天气这么好，你没感觉很浪漫吗？没感觉。多浪漫啊，俩人。好像没了。不能。怎么没有了呢？就种这儿了呀。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种哪去了？这一看都不是新刨的，真没了，怎么办啊？就过了一天啊，怎么能没了呢？关键是，哎呦我操！对呀、啊，知道。这是咋回事？天意咱俩不能长长久久啊！咱俩不合适。难道这就是天意啊？咱俩真的不合适？不能。走吧。哎。单程啊！你这心不甘啊？还没生根呢，就丢了。哎呀，别上火了哈！唉声叹气干嘛呀？丢就丢了吧，没事啊。啊，谁那么讨厌呢？你说把我的爱情树给我偷走了，那刚种了两天。丢就丢了吧，都已经丢了。是不是没系小红绳的事儿？要是当时就把小红绳系上，是不是就不能丢了？哎呀，不该那个事儿啊。他要丢的话，他怎么也丢了。丢就丢吧。主要是我下雨天冒着雨去买的，冒着雨去摘的。你说，哎呀。满心欢喜的去系小红绳去了，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了，这样树丢了，你说多背。等过两天你爱种树的话，回我家种吧，要种50棵。你爱种的话，等咱俩回家。你知道那不一样，意义不一样。哎呀，一样啊。就种500棵，但是那种意义它不一样，是吧？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没事。那这是咱俩的爱情树，这样偷走了。你说我心里边老是感觉就是。就是要失去你一样，就那种感觉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在这儿呢，我好好的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别有心理负担哈。没事啊，没了就没了吧。可能就也是看着那个树挺好的，那个桂花，嗯，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也挺大的。对。马上可能就开花了。嗯，这人可能谁看上了，喜欢。
偷走了。没了没了吧，回头等咱俩再种。行啊，等回来咱回老家吧，从老家种一棵爱情树，就咱俩一起种一棵爱情树，然后这样下来就丢不了了。种自己家还能丢吗？行，等改天回家种。嗯，或者明年植树节的时候再种。嗯，行，别上火了哈。相爱的两个人不用种树也相爱，不相爱的两个人种多少树也不相爱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咱俩相爱吗？啊，我是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？哎呀，反正跟我种你开心就行了呗。这就叫做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，人生就这样，反复无常嘛。对，树丢了。对呀，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坏啊？谁知道呀，不知道是谁给挖走了。校长叔叔都不高兴了都。校长哥哥你别不高兴，你不高兴我就不高兴，我不高兴妈妈就不高兴，你能不能开心点？嗯，好好好，小贾叔叔好了，小贾叔叔好了，没事，没事，嗯，没事，回头我们再一起去种，嗯，等回头我们再去种，没有事，丢就丢了吧，等回来上姥姥家去种哈，行不行？好，别伤心，别难过了哈，嗯，啊，你去哪儿呀？上房，上房那里去看看。他们不是现在都开始贴瓷砖吗？我得看看，别给我贴不好啊，别给我贴鼓了，贴了不好啊啥的。好，那你去看看，给我拍个视频看看啥样。好好好，嗯，行，我走了哈。好，你慢点啊。哎呀，哥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别说